汤宝老师，这么简单的数学需要算这么久吗？我算出来了，是不是这个答案？李运庆处处刁难罗宏正，设法将他赶出校园，两人互相较劲的过程充满浓浓火药味，却带点幽默搞笑为戏中的亮点。上周罗宏正以一题数学公式成功打败争取到七班八班数学集训的教练，罗宏正为了增进两班的感情，在体育馆举办了合宿集训。要在外面住个五天，我带些衣服啊、盥洗用品啊、文具啊之类的东西，很合理啊。怎么了吗 ？Mary， 包括玛丽亚，非常必要。数学集训如火如荼展开，两班学生冲突越演越烈。为了消弭两班间的怨念以及拉近大伙的距离，罗宏正设计一场枕头大战，让这阵子充满负能量的所有人好好出气。都好，我不会拦你，但你至少告诉我你去哪里跑吗？而徐涛扮演的数学学霸王东海，为了筹备妈妈疗养院的费用，趁着夜深人静偷偷跑出去。隔天一早，当众人发现王东海不见的同时，没想到嘉欣也不见踪影，一桩桩意外接二连三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粉丝得密切注意。财经新闻综合报道。